Done! It's okay. Woo! Good game. Good game. Booba! Yeah! I think it's easy, but kind of luck. 明显波波是有 battle 的经验跟基本功的，就很会玩，直接跳 Michael 的东西燃气氛。对面的一个跳 hiphop 的，让我惊喜的就是很年轻，有新招，招也很猛，感觉很像看了一场 Justin Bieber 的 battle， 我人都疯了，我感觉。一直以来都好像在电视通过电脑去看今天。 现场可以在咱们国内有这么样的一个空间给我，我真的，你知道今天是梦想成真吗？在外面的比赛从来看不见这种阵容的，他们就很强啊，要么就是裁判，要么就是冠军。用廖博的话说，花钱都看不到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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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。那么再一次恭喜我们的王一博队长获胜，同样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嘉尔队长。那在这里呢，我要把。 这一条 battle 获胜的毛巾，还有波波一个人赢了三位的多约多出来这条毛巾也给到您，对，恭喜。其实，在出3v3 battle 的时候，我觉得能赢，但是我没想到能穿三，结果又赢了两条，我觉得哇，完美了，扳回来了。张鑫，珠海两队长，请注意。 什么？要掰了吗？张鑫，珠海两队长，请注意。什么意思啊？距离你们的主题 battle 还剩半小时，请各位抓紧时间。懵了，还是懵了？真没想到是这个。对。<笑>好，接下来是。大家好，我叫林基，我叫李春林，啊，然后是一名编舞师。 第一个反应我就想到urban，在这个赛制里面很好运用的一个舞者。我知道这区的都是编舞专场的，对，所以我会专心的看编舞部分。音乐，来来来来来。他自己表演就是比较 urban， 动作也很多变化。 他很容易给你感受到他的质感，厉害呀，踩点特别准，谢谢，谢谢你来，我们接下来是，哦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北京的。 好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 I， 快比出我们的手势，一二三！非常不好意思，我们就是获得了全国的 H H I 舞大赛的3年蝉联总冠军，中国总冠军。我是队长张建鹏，没有看过你的表演。张建鹏老师也是很会设计的一个舞者，久仰了，看他表演，他的舞蹈编排设计还是会有给你很多现场的震撼的。对，我觉得庄阳可能会更欣赏我的风格，然后呢，可能也会更喜欢我们的起舞。也希望你们今天状态发挥得很好，这种编排舞蹈呢，我需要往后一点把整个编排的结构看得清楚一些哈。
是开场舞吧？我分了，开场舞也就这个这样了。就我不想在中汉良这组了，都这么强，怎么比啊？谢谢你们带给我这么精彩的表演。您编的对吧？啊，我编的。你编的，对。我可以帮咱们的战队做出很多不同花样的。做大脑的部分。对。厉害，肯定帮我们在后面编舞啊、排舞那个地方很大的忙，可以。对。这个肯定给。这个属于必给系列的，我倒要看看你给几个。嗯，肯定是要选两个。谢谢你们来今天，谢谢你们来今天。哇！都没给，都没给，都没给。为啥？为啥？最起码要给一个。哇，天，一个人没有，一个都没给，没给，张建鹏没给啊，没有，给，要多帮忙，以后，给，给了 ，nice， 卖了关子，因为已经一段时间了嘛，大家也开始有一些紧绷的气氛了，我就调一下这个气氛。他是什么反应？他就谢谢你们来今天，以后整队就是 teamwork， 就是你的常一直在做的事情，希望你能帮上忙。一定，谢谢队长。张建鹏在二本里面算是很拔尖的一个人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，就觉得我自己选的应该没有太大问题，就我觉得接下来谁来都吃亏。好，下一位。哇，这么高人气。老师好。你好。老师好，我是来自深圳的小宝，我主唱的是 Wacky。哇 ，Wacky。小宝，算是我们的奶奶级别的人，因为我的师傅是 AC， 小宝老师也是 AC 老师的老师。我当时就崩溃了，张鑫跳矿婆的人怎么可能喜欢跳 Viking 的呀？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呀，矿婆都打你，我打你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 Viking 就是掀你的脸，掀你的脸，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好吗？就我感觉他就不会喜欢我，当时就崩了。那来 DJ drop the beat。